记了你们。因为呢，他们必须要一直忙着要吃东西，所以呢，就会可能边吃边嫌弃，就会靠近你了。那如果你还是没有移动的话呢，他们就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你怎么会一直在这里呢？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危险。的话呢，我们要跟马的距离要拿捏好，绝对我们要维持一个3到4公尺的距离，要不然呢，可能它真的会等一下，叫，它一直笑啊，刘海，真的很慢，很慢，等它一直旁边一直发抖，就这样呢，看到，好啦啦，我们要认真工作。一直笑，一直发抖，这很好笑吗？我的刘海。啊，这样，这样。啊，那你可以稍微这个角度，好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准备喽。太难了。5、4、3、2。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要必须要维持。看他啦。啊，对不起，好认真。你背对我。看到你我就会很想笑。是这样吗？他说你可以这样子，我觉得现在哦。这样，这样。边捂着那个头发。这样，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准备哦。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跟马要保持一点距离哦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，我们来这边要打扰他们的话，我们要做一个很有礼貌的访客，对不对？如果距离太近的话呢，会吓到他们，有可能我们会被他们攻击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乖乖的要守规矩，好吗？好，OK，cut。